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我很爽。我记得在四年前啊，应该还没有 COVID 的时候，本来我记得还没有这样多人的在香港。今天的香港，你看，恐怖啊，倍增了很多倍啊！哎，真的哈、哦，我们首先一定要感谢我们的发展部啊，来感谢他们，给他们一个尊重。来感谢我们的林威老板啊，啊，林威哥，谢谢。你们想听的吗？每一个阶段啊，我在这里已经11年，这11年简单过吗？简单吗？不简单。为什么你们讲不简单？很容易过，一下子就是都过了嘛。它不难，但是也不容易。特别是我们刚开始在这个行业里面。那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，就是说大致上我们身边的人都会同意还是不同意？同意啊，同意是好的，但是我面对的是不同意的，是不同意，是因为他们不同意还是他们不了解？不了解。啊，不了解。来给你们自己一个这个掌声。他们不了解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同样的，我也是不了解，我不喜欢直销，因为我受伤过啊，我也不喜欢。那么我们的大领导明德来跟我讲的时候，我是盖着耳朵的，应酬我弟弟，那是我弟弟嘛，我应酬，晚上12点来跟我讲到晚早上差不多4点。哇他都每天啊，我是要睡觉的，因为那时候不是单单要睡，因为心里有心事啊，欠债嘛，现在有心事怎样听？我们只有想哇，你如果你拿钱给我，我听不懂，又拿钱给我，哇啦喂，又跟我讲嘛，因为怎样又怎样，怎样又怎样，我差不多这个是疯了。因为他在新加坡做电话做了20多年，也蛮多间的15间，那么他的业绩也算低，他用4个小时把他的电话店15间电话店都赚钱了，换到完4个小时。我本身还给他一个多的小时，我本身在想，我想可能比较简单，也比较应该不复杂来点。一个这样子成功的人，用4个小时来做他的决定，我相信他有看到东西，我相信他的脑比我还厉害很多。然后因为我做生意做到失败，就是我这后力了，就是想法有问题才亏钱的嘛。等一下，他不亏钱来赚钱的，他用4个小时。啊，当然我最讨厌的那句话，我相信你们每次有听到，破产，我最讨厌这句话。那么我不想破产，不是因为我很清楚在新加坡我做，在外国我都，在新加坡我们如果是真的是破产，我们是，比如讲你欠多少了，他的低于在100千里面。大致上啦，如果是欠120万，大概在100千里面就能够解决了。那么每一个月你可以分期慢慢还。那么你住的地方是政府主屋，我们叫政府主屋，是不需要政府不会跟你收回，单也不会。但我不喜欢的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要去破产？人要有责任嘛，不是说破产的人没责任，而我不想做。我自己在想的那个没责任，因为我身边很多破产，如果是做建筑的，那时候做建筑，我看到了在2000年的时候，金融风暴，我的朋友很多都面临破产。那为什么我做到二零
二零几年，我忘记了，就是我四十九岁的时候，我真的要面临破产。你觉得我甘愿吗？真的很不甘愿。所以他一直叫我破产，我去面对朋友也好，谁都叫我去破产。我看遇到你们也是叫我去破产，一个电话啊，这是正常啊，人性。我不听，但是有很奇怪的，就是大概过了三个月，啊，过了三个月有一天，啊，之前啊，我讲之前，我孩子在后面站住，啊，我叫他瞪，啊，那个对吗？我女儿，我老婆。在这个行业他们不能同，他不能同，但是他站在那边、啊、不能同了，他跟我讲不要给人家骗，因为我他叫弟弟叔叔嘛、啊、叔叔已经有钱了，你没钱了，你他顶得住给人家骗，顶得住啊，不要给人家骗，而且现在骗到也骗他过来，我骗他最重要的，他突然间跟我讲要三块，赚三块给一块。哎，如果有可以赚三块钱，给一块钱，还有剩两块呢，不错啊。哎，我说这样可以喽，你讲喽。我才耳朵里面的、啊、耳朵耳塞开出来，才去听他到底讲的那位是什么，我才开始慢慢的接受。但是也不久了，接受也要八个月了啊，自以为很聪明了啊，失败了还以为很聪明。我希望在下在一边的伙伴，如果有新伙伴，不要用太久的时间，就在今晚做一个决定，这样多领导跟你的我们走的路已经走过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好吧。也很清楚了，如果要选择改变，那么刚才我也讲过了，我给直销伤害过一次。那你问我认同还是不认同？因为我是做饮水机的 ，water filter。哦，之前我刚才讲我是做建筑，然后我是改行，然后我做这个饮水机。他就跟我讲，饮水机一间，你多好。生意多好，一间家里只有一台，对吧？对。那如果你吃的哈、哦，一间里面有几个，他们都要吃，吃了隔天就把放出来，没有。那不过这样讲，我突然间虽然很简单的比喻，哎，对哦，比较快嘞。我的饮水机要 service 啊，要一年啊 ，service 一次啊，哎，我觉得对哦。他就点了心，哎，对呀、啊，然后我还开始了真正的去了解。那时候我们在新加坡的本类，那时候公司没有这样大，啊，刚开始，那么我去分享，我开始是分享还没有去公司的时候，我分享了差不多有200个人，哇，嗯、厉害、啊。还想赚个啊，一盒都没有买到，厉害，厉害，一盒都没买到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你们要知道吗？真的要知道？女人的产品杀入，有路杀入，哦，我没有杀入的吗？没有。哦，不杀戮怎样做产品？没有，自以为是啊，自己编故事。所以我在这边讲的新伙伴，不要自己去编故事，真的得去了解我们的产品说明，不要给想像我这样，自以为很厉害，所以200个也没有了，一盒都没有卖到。当我去到公司，我才知道，啊。没有杀戮的，才开始啊！
哎，这次我们都不可以给考点啊，就要问了、啊，每一样都进到去问，啊，这个是怎么这个什么啊，就去问，哎，不错嘞，那个月而已哦，要可以做多少啊？真的呀，就多了，一两套，啊，我就这样开始啊，我就这样开始。当我开始的时候，我制度我不要了解，我跟明德讲，你不要讲制度，钱没有到口袋，你不要讲。啊，钱到我的口袋，你才跟我讲，正常吗？正常啊。啊，我们是这样啊，啊，现实啊，啊，我开始，第一个礼拜，他马上拿五六千给我，我说你不要借我钱了、啊，我没有钱还你啊，你不要害我、啊。第二个礼拜，他又拿七八千给我，这样一直拿，哎，我说不对的。哎，钱是讲来的，可以告诉我，我现在我要知道制度，我才开始，因为太多啊。我觉得如果一个礼拜在新加坡5000-6000很恐怖的，真的很恐怖的，所以我才开始去了解制度啊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？现在你们知道啊，在香港也是用的啊，我5000-6000。然后我才开始去了解系统，啊，才了解整个他跟我叫我的时候，他要吐血，真的他要吐血，我三个圆圈画很久才懂，每天啊，他带来我楼下12点，啊，叫我到早上5点，不是开玩笑哦。我学习太慢了，很慢，但是我又要想知道。你觉得你搞得不想睡觉，我也想睡觉。啊，然后我还是这样，没办法。然后每次画三个人，下面又黏住多一个，你又把哪里睡觉画了？这样简单的都不可以。所以我相信，在这里，我相信你们都不是这样的嘛？简单吗？简单啦、啊，不难啦、啊，特别看下去，这样多年轻人。我以前啊，在那边2012年的时候，看下去，够力了，很够力了，全部年纪很大，大过我，至少六头，够力吗？这样的公司想成功，不能成功的啦。幸好我看准了，还可以到今天。不要去怀疑，不要去怀疑你现在在 UV 国际，或者在啊，或者在这个特质，或者在前天嘛，在表扬大会，不要，不要管，不要怀疑，你们来对的地方。我真的给 UV 一个热烈掌声。啊，同样的，就慢慢的帮助到我。帮助到我学懂，还有呢，钱口袋又 OK 啦，比较 OK 啦，没有很多钱，但是可以够给我，最少我不用担心每个月的收入，对啊，我不用担心，然后每个月我都必须要还债10000新币，这样就说超过我10000新币的收入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这很短的时间了。在我想要的时候，8个月过后的每一个月，它的改变进度很快，啊，然后就要这么，孩子要读大学，两个孩子刚刚要读大学，怎么办？还好，不是因为给他们读大学，不是我厉害，是因为那给他们读大学。哎，现在感恩你，在这个过程里面。我相信你们也听过、哦、我想轻生了呗，轻生你们知道怎么办？啊，这边比较抵挡没事的，啊，但是如果这个建几层楼，20层楼，15层楼下去会怎样？不是开玩笑，真的不是开玩笑，那种压力给人家聚在的压力，他不是开玩笑，很恐怖啊，真的很恐怖。
哦，那么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伙伴或者 新的伙伴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激发点，应该叫激发点啊，我的激发点就是有很多啊，我两个例子来分享。这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也是最辛苦的时候，让我翻身的一个点啊。那么曾经这十一年里面，我本身如果遇到最痛苦，在外面的生意遇到问题，会跟家人讲，不会，我们自己啊，我就不可以跟家人讲啊，跟我家人讲帮你，对啊。那在这最严重的这个时期啊，120万里面，我都会跑回家。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会跑回家睡觉啊，就是我跑回家思考，为什么我那年49岁的时候，会从14岁就出来打拼到49岁过后，为什么只是想生活好一点而已，想改变我们的人生而已啊？为什么做到最后要欠人家一笔债？辛苦，就刚才说，生意拿来装，单单装修就完蛋，可以这样讲吗？不能啊。我特别是我做装修的，我也很清楚啊。我早早就在2000我就放弃了，因为别人欠我，我没有欠你，那时候还很贱啊，那个就不谈的啊。我破产是还不是破产，我欠钱是我的 water filter 行业，也不是 water filter 赚钱，是因为朋友之间啊。当然我们每次讲啊，怎样朋友啊，没有啊，我觉得我比较叫贪心嘛，啊，就是彼此有好处吧，啊，我比用他的好处，因为他会讲话，就是不会这样讲话，他会比较销售也好，他比较厉害，做账也好，做股博士也很好，那我是冲刺的，我是用做工。我好像聊流量的，我可以做无所谓啊。那么彼此的相信啊，然后去借钱才会欠下这样的债务，然后开销大收入少，导致当然还有里面还有过程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抱怨埋怨说，我因为我朋友啊害得我了，就怎样了呢，曾经我想杀人的这是真的，会疯啊，真的想杀人啊啊，会疯掉啊。那时候是抱怨盘怨啊，就一直跟看到了就骂他了啊。啊，有一天老板很厉害，有一天老板就去了这个我们的 Berlin office 啊，他就看到彼得，然后我是傻笑，我不是哀笑，我是傻笑，辛苦，里面已经很辛苦。当你看到人还愁眉苦脸，没有人管你，人家管你傻子。然后老板就说：“哎，你哥哥很爽哦，走来走去一直笑。”我是傻笑，我不是笑啊。啊，老板很厉害，那彼得就跟老板讲：“啊，我的过程是怎么？”过不久，他跟我讲，有一个培训会。啊，在他安排去我去了，巴丹我不懂你们懂，在印尼的一个小的巴丹，在新加坡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对了。啊，我从上台，我很厉害，我从上台哭到下台一个小时，很痛，真的很痛。我分享了，我觉得我很痛，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？为什么生意要做到这样？我分享后，我领悟到一样东西。我从此不会跟人家说我的难度，我不会跟人家看到人就说别人哇怎样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是我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讲这样多东西。
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我必须要问问自己，自己的问题不要放在别人的身上，自己的问题不要怪责别人，自己的问题不要用抱怨埋怨去讲别人，去搞定自己去。啊，就有这句话嘛，知人者智，知之者明，胜人者有余而知胜的者，不要去管别人，了解自己先。啊，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讲，所以我的朋友也很多，哎，为什么你今天不讲这个人？我说我当他死掉了，啊，但是开玩笑啦，当他不讲他就没有这样心痛嘛，因为我知道我本身在哪里问题。啊，我家人呢，他在那边有一个证人，啊，站在那边有孩子，啊，哎，为什么你会这样的奇怪？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内心的那种难受啊，我真的很难受啊，就是这样好的朋友从小玩到大啊。那么刚才我也讲到啊，刚才卖个关子，刚才讲到我最难的时候就会跑回家，你们想知道？跑回家做什么？还好，跑回家做没有啦，冲凉睡觉啦。没有，那个是去激发我。我大部分我回家烫衣服，我会烫衣服，看不出来。我烫衣服，因为烫衣服，在烫衣服的时候，那些过程。你会带我知道了解家里，包括自己的老婆也好，孩子也好，我会选择。那么我在看衣服的，我发现了一样很严重的事情，就激发了我。我不是跟你们不是你们啦、啊，是我呀，我刚开始看第一条我孩子的衣服，我看衣服，我发觉到。你知道线吗？我们有界限的，腰裂了。如果一出力拉就裂了，证明这件衣服穿多久了？很久了，很久了，多久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跌下来根本没有去想过年还要买衣服什么，我老婆也没有去想，啊，就是，哎呀，可以穿就穿的意思啦，啊，第一条。第一条我已经内心很受不了，在第二条我哪里？我的女儿旁边，我没有记错，旁边应该也是松，两个孩子的衣服都松。这种情况之下，在我们那个年代我可以接受，在我的年代我接受不了。因为我63年的，啊，在我们的年代我可以接受，因为家家户户都这样穷啊，都 OK 啊。在我的年代我就不接受，因为他们是90年代的嘛，哪有这回事？没有这回事的吗？痛吗？哦，做一个爸爸痛吗？哦，讲不听。再拿多一件，就我老婆的衣服，真的，我发觉到那个烫下去的时候，我的眼泪流下来，因为那件衣服已经破洞，已经破洞了。OK， 我在拿我的上来，我拿我的衣服，我在看的时候，我发觉到我的衣服是新的衣服，是新的衣服啊！有人在背后为了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如果不成功，会辜负了他们。对，这里孩子来记住，肯定。别去创新，肯定别创新。
可能定可以吵架。哎，可能你们讲这个是一个故事也好，是真实的也好，这个是完完全全100%没有假，这是事实。当我认真的在约会国际一定要成功的时候，就因为这两个激发点，我相信你们也有激发点，对，啊，就朝着你们激发点想成功，想去成功，不要，我要成功，明天就已经忘记了，要笑会笑，真的是会的，真的是会的，啊，不要忘记，去把你们的激发点激活它，好吧？好，啊，然后也在因为这五年了，我在五年里面真的，啊，在五年里面，老板有一天就跟我讲，哎 ，Kimmy， 你哦，如果是这样的态度啊，一直做，啊，他每次看到我很迟的，我曾经去他家里游泳，啊，家里如果有机会去老板家里，老板的家的游泳池是什么？幸运池。要跳，这是真的，不要笑，真的，我跳下去我就这样哦，啊，你不跳啊，啊，他没有去笑我的，我就去跳，啊，跳他的幸运池，他就跟我讲，你同样的这样的努力，你同样的做这样的动作，包括你的组织也好，都不要改变，五年后你就是我的邻居。我觉得我心里想哇，笑，你知道新加坡多少钱吗？万罗叫什么？别墅嘞，别墅吗？新加坡呢？我心里，老板，笑，不可。那你要知道嘞，因为它是一个倍增的。我真的在五年后，我真的住别墅哎！我120万都要跳楼了，我装修都要100万。哇！觉得是不是因为救了？是因为这个吗？那我也很想，我本身很想帮助。需要帮助的伙伴，真的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帮忙，我帮得到的，我不会拒绝。这是因为我在最严重的时候，在最难熬的时候，就是有你，因为有你们，有一位兄弟姐妹，啊，协助一起在制造这样的环境，让我有今天，对吧？来给你们自己热烈的。你们在想听？因为真的要讲讲不完了，那很多很多兴奋的很多过程，啊，它是一个人生里面本身想要去改变，它只有一个什么？自己肯定了改变。好了，也可以了。这个我再借多一点点，比较难过的一个几个点哈。我曾经每次玩，我一天只能花10块钱，啊，就是这10块钱，我大致上下午早上我就不吃，下午我会吃一顿饭，这顿饭只有块半钱的心意。快板，不可以超过快板，我控制，啊，就是一包饭跟一粒卤蛋，或者一包饭跟一粒蛋，或者一包饭跟一个导泵，你们叫什么？导泵，也是叫导泵，啊，卤的，不然太干吃不下，啊，卤的，啊，那么我曾经我记得我们在新加坡，如果在新加坡的湖滨，你们就知道。集中靠近那个 MRT 的咖啡店，现在那个老板在吗？我不知道，
啊，如果在，他就可以跟我做证人。他卖我卖到不要卖了，他说他没有赚钱快半，怎么办？快半都没有人要卖我们，怎么办？我跟他讲，没有了，我家里的狗要吃，我家里的狗要吃，他卖给我，我说帮帮忙啊，狗要吃不会吃太好啊，不然啊。他也了解了，不要吃太好了，头吃的，那是头就是我，我吃的，啊，不单单那包饭我吃，我收回八块半，我不会收在我的口袋八块半，我会收在我的暗袋里面，我这边有一个暗袋。我每次走路我还要摸，看会不会掉，真的真的，我就是这样摸，啊，没有掉 ，OK， 安安。在总会想到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事实，这个就是事实，所以我们不能没钱，现实中要花钱，现实中要为家人而做，为自己，我们生在就是为了家人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，你打拼，你现在打拼的，你有家里哪一个人是你觉得最值得的，以后可以留给他们。谁是最值得？我们的亲人，亲人谁我不知道，我是家人，我的家庭，我愿意付出咯，我愿意去面对所有的挑战，所以我去挑战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希望不要再犹豫，也不要再应该再观望，因为不需要你观望。明白吧？那么我用一个视频来结尾，啊，那么我希望这个视频你们好好的看，啊，那个视频是我最近我们在日本最高峰会议的一个视频，啊，来在这里我也差一点忘记记了，啊，我们要给前排的大领导们一个热烈掌声。我相信每一个大领导人都走过一个很痛苦的一段时间了，啊，才有今天，都不简单。同样的，我们想要大成功，他就要去面对我们的挑战，好吗？因为成功不简单，简单就不需要我们，好吗？我用这个视频，我们大家好好的看，很短的也很短的，啊，我就结束我的。我就要结束我的分享，好吧？来帮我看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这样看得到吗？看到。等一下，再重放可以吗？再重放啊！看清楚吗？我看放多一次啊，放多一次，看清楚啊。OK， 开灯，谢谢。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什么？我知道有人啊，不是我也是人啊，不可能。有没有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虾子。有没有看到虾子？有。后面人多吗？多。那时候我就处于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迷茫，真的很迷茫，不懂怎么办。这个刚才你们看的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眼睛所看的。立威国际所主办的培训会有没有看过？有。表扬大会有没有看过？有。培训会有没有听过？有。有没有？我们不笑，我们笑不笑？不笑。我们不笑，不笑，应该我们要做更好，不要再迷茫，把我们自己变成脱颖而出，就好像刚才那个，我不是笑他，就好像他这样从茫茫的人里中里面脱颖而出，我们需要这样的勇气，好吗？好。今晚的问题都是在这里，谢谢。